一个颁发的是最佳模仿奖，入围的有第一位入围的林宥嘉，想知道他特殊的模仿桥段吗？我想就是五个都像，有像吗？其实我觉得还蛮像的。用五百的方式讲那个鹿的名字，就是预备开始。光复南路。想不到宥嘉你自创的超简短模仿也能抓到模仿的精髓，古灵精怪的小美一口气就能模仿许多人，就让我们来看看她多元的模仿吧。 Go, go, go!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呜呼，耶！紧紧相遇的是如何 say goodbye？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。帅呀！表情丰富的杨宗纬所模仿的人都极具特色，看来他也是模仿界的高手之一。紧紧相遇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一句就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台 DJ Dennis， 欢迎来到超级星光大道。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超级星光大道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参赛者。三位模仿功力一流的入围者，究竟谁能胜出呢？好的。这三位非常爱模仿的模仿王，我们在揭晓之前最后还要再来一场殊死决斗。这场音乐会我们请到的主持人是 Dennis 跟诸葛亮，来到现场的艺人包括有陈雷、林宥嘉、周定伟、伍佰、九孔。马上欢迎我们的主持人 Dennis and 诸葛亮。哇哦，超级星光大道现在非常的红，我今天Dennis 今天来到这个会场，我觉得说人很多，而且来了非常多的嘉宾。那今天在我旁边这位主持人呢是诸葛亮呢，他今天也是非常哇塞。那朱大哥，你今天是你也常看超级星光大道吗？当然啦，阿斌。事不迟疑了，那现在就来看看有什么艺人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介绍这位艺人Dennis 也觉得他是模仿中的天王。哇，我们今天请到这是全民大闷锅里面的九孔九先生。哇，孔哥，耶耶，孔哥，哇，大家好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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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孔大哥，你今天非常的嗨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请到就是陈雷陈大哥，你对刚才孔大哥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，你自己心中有什么样的感想，大家跟你分享一下。我觉得还不错。陈雷要不要带来一首好听的国语歌曲？我最近也很喜欢看那个星光大道。我很喜欢那个小羊那时候我带来背叛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呀、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。杨宗纬接唱，爱太深，我不会啦。林宥嘉，周定伟边唱边跳背叛。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哎耶！有请小胖老师来宣布得奖的是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伍佰老师也来到现场，我们让他讲几句话。OK。然后还是只会光复南路啊。可以来一下忠孝东路吗？忠孝东路。有请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最佳模仿奖得奖者卢学瑞。卢学瑞，恭喜可以得到 Adidas 10,000元的商品礼券。好，来，在
在这边呢，其实这个已经颁过奖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再颁一次吗？除了小胖老师颁之外，请周定伟来，刚刚被模仿，来，请颁奖，来，再来一次，而且颁完奖要模仿真人熊大魔王，讲评一下。小美，恭喜你啊，小美！谢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以后要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不要辜负三哥对你的一番那个照顾。好，谢谢三哥，谢谢。加油啊！那个等一下录完影，那个小美来找我啊，不找我。我们的执行制作有没有每周被定很辛苦？